一百万较紧，是为虾米？因为吼，迄种人唔是咱要滴嘅人啊，要买官位嘅太济咧啦，对不对？我若要开一百万买一个官位哦，好，足简单诶。啊，不过迄种人唔是咱要滴嘅人，咱来安尼一摆一摆伫咧训练了，即是咱嘅人。啊，咱今日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咱要上课的题目啊，叫做国甲家。这个国，中国的文化内底是毋是足简单？伫个城内底哈，因的解释是讲，伫个城内底用武器保护人口，就是国家。安尼简单无？伫个城内底哇，用武器保护人口。啊，不过这是好听的解释啦。真正的原因是吼，城内底吼杀人灭口，对吧？将所有的人吼，给你杀掉了，换我的人入去，安尼就变国家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啊，什么是家？家在因的理念内底解释讲吼，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叫做家。啊，这间厝顶对不对？啊，厝顶内底拢低，啊，你的亲人是不是都是住？啊，你甲我讲你是龙的传人啊？啊，那因的理由简单无？啊，什么叫做鱼？就是伫顶内底吼，所有的拢甲掺掺落落住，就是鱼啊，通通在一起啊，对不？安尼做简单嘛，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尼，伊若买就为一只买。鸟啊，就为一只鸟啊，所以足简单嘞。伊个文化吼，无啥物特殊个所在，看起来真水。啊，恁知影遮倒位哦？只有简单无？遮号做亚洲大陆啦。你唔通叫是干呐？遮号做大陆啊，中国大陆啊。那都不对的哈，亚洲大陆，整个亚洲是一个大陆，哦，亚洲大陆哈，是包括足侪国家呢。什么叫做大陆？大陆就是足侪国家来的，叫做大陆。你若干一个国家，不就叫做大陆啊啦？所以哈，全世界哈，只要比格陵兰岛较大哈，拢叫做大陆。亚洲大陆吼，唔是中国的大陆哦。对地理上来讲吼，面积只要较大于格陵兰岛的吼，拢叫做大陆。地球上吼，拢总有六个大陆了。啊，事实上照理讲是应该是四个大陆。为什么？因为欧亚大陆吼，甲非洲大陆较早是连到顶的嘛。啊，因为迄个苏黎世运河。将非洲给切开了，就变欧洲、亚洲跟非洲大陆两个大陆啊。啊，南美洲跟北美洲以前也是同一个大陆嘛，美洲大陆嘛。啊，因为巴拿马运河给切掉了，就变南北美洲大陆啊。哦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啊，过来就是一个南极洲大陆，过来就澳大利亚大陆，这就是地球上六个大陆。啊，这倒位，这就是中国啊，伊个目前的卫星的地图，卫星顶头吼，一个照起吼，全世界啊，敢若中国大，中国这个大陆吼，一半的所在无带人，因为拢沙漠，尤其来个北京这块沙漠化，啊，伊个名号在吉纳，对不对？China 是不是吉娜？因吉娜人吼，足切人叫伊吉娜，足奇怪。啊，吉娜有啥物唔好呢？所在呢？无啥物唔好啊！啊，因足切人叫伊吉娜，足奇怪。我想无。吉娜伫个英语内底，还是讲伫个美语内底哈？因拢叫做 China， 对吧 ？China 就是瓷器的意思嘛。啊，瓷器就是 China 嘛。中国这个所在哈，
又分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。啊，在越南遐吼，有一个交扯支那；在缅甸的首府遐，有一个密支那。啊，那越南、缅甸甲柬埔寨吼，三个国家斗起来吼，这法属印度支那联邦。那是较早，在1885年的时候吼，清国啊，将这个密支那、法属支那这三块土地啊，尤其是越南这个土地，放弃宗主权。这是我头一摆才知影讲什么是宗主权。主权的主权，那有什么宗主权？所以吼，因为足奇怪，主权放弃了吼，就用法国把它统一啊。成为法属的印度支那。啊，古时候吼、会烧陶瓷的地方都叫做支那，就是在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、交扯支那、跟密支那，这拢也要烧陶瓷的。梁启超吼、伊较早的笔名吼，做支那青年，所以支那无虾米唔好的所在啦。啊，是国民党来了啊，共产党拢感觉讲叫日本人个打败，日本人拢叫伊支那了，伊足痛苦安尼。支那吼，遮就是外支那，遮有内支那、南支那、法属印度支那、交扯支那、啊密支那了伫遮。啊，恁知影讲，虾米才是中国？中国人嘛，甲恁讲，哦，因5000几年的历史啊，足久长的嘛。啊，其实中国这个国家诞生才几年？孙中山创中华民国的时阵，嘛才无超过100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甲你讲，中国有5000几年的历史，较早哪有中国这个国家？有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。大韩帝国、大宋帝国、大唐帝国，有多一个叫做大中国？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吼，历史拢假。哦，你唔能就是讲伊历史写遐长，真诶呢？历史是咧甲恁骗诶。恁家的祖谱，你唔能就是讲为皇帝、为皇帝遐来呢？较早有祖谱的是皇帝才有祖谱哈。一般的百姓哪有啥物祖谱诶？为宋朝才开始啊，才有一般百姓的祖谱。宋朝之前啊，无虾米祖谱，皇帝才有祖谱。古早时代吼，印度啊，称大唐帝国叫做大支那，啊，佛教徒吼称印度叫中国，啊，所以吼，这个佛教啊，因传过来到中国了吼，嘿。团结来个支那遮，因就煞变中国啊！啊，印度吼，完了变印度去啊！啊，印度其实因是较信较侪是太阳教、印度教，哦，佛教点都较少。印度人是印迄、那个信迄、那个，哦，这太印度教迄款哦，较侪啊，佛教点都较少。团结来中国了，才变中国较侪，啊是东三宗团过来。东三宗传过来的时候，写《西游记》对不对？《西游记》是小说呢，你唔通当作伊是历史呢。孙悟空是假的呢，猪八戒、沙悟净，迄拢假的呢，迄小说呢，你唔通当作真正有迄人呢。东三宗才有尔呢，所以因的小说吼，你爱先拍问号吼。这人你拢捌吧？即讲中华民国的国父啊，对不对？伊讲的话吼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伊在讲啥？伊就是在讲的国际法。国际法吼是世界潮流呢。啊，恁就是伊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哦。世界和平哦，要用这国际法来达成。你若无国际法，世界不可能会和平。因为啊，我只要武力强，我就打你就好了。我只要武力强过你，我就打你。
所以啊，若无国际法、无战争法、无万国公法吼，即、這个世界吼，一日干拢咧战争。为什么？我明仔载我较强，我就来甲你拍，恁兜的财产我拢甲你抢来啊！后日换你来抢我，大后日换伊抢你，拄一日干拢咧战争了啊！所以国际法内底就规定咧，规定安怎？占领袂使移转主权。我甲你占领，袂当甲你变作我的。干那安尼，就一日干拢咧战争啊！所以吼，就算你甲我拍败啊，我嘛袂变作你的。安尼吼，则袂阁战争啦，因为你甲我拍无效啊，袂变你的啊。所以吼，安尼才会世界和平。伊阁规定讲吼，你去用拍败了，流亡对不对？啊！流亡去到美国，袂当就地合法呢。哦，干那安尼，我都徛咧，互你拍好倒，我全流亡来美国，啊，美国全变我的了啊，对不对？流亡来美国上赞啊，美国大，佫有钱，所有的物件拢有，我全流亡来美国，佮变就地合法，吼、哦，上赞。那最近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。去双向人升级啊！哦，讲三十几年来头一摆。其实伊是咧甲美国讲吼，啊，即摆我台湾袂大呀，对不对？我搬来双向人大会使未？伊是咧问美国安尼啦。啊，共产党就抗议啊！哪会使？伊个毋是国家，哪会使去遐升级？啊，所以美国就爱应一下声哦。这一次可以。下不为例哦，对不对？美国是不是这样讲？下不为例嘛，啊，就是表示一摆会使啊啦，对不？较早法兰西啊，嘛流亡去伦敦呢，对不对？有这法兰西伊斯莱啊，法兰西革命们伊斯莱因伦敦有无？所以这个足简单呢，伦敦敢变法国诶？比利时哈嘛是流亡去伦敦，伦敦嘛未变比利时的呢。韩国啊，可能伊也嘛流亡伫上海，对不对？上海嘛未变韩国的呢。吐蕃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，伊拢甲你哪能搞？讲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，流亡政府哦，干那会使流亡伫城市呢？哦，未使流亡伫人的国家，会使流亡伫城市啊。哦、所以啊，伊个正名叫做吐蕃，吐蕃流亡政府在德兰沙拉，德兰沙拉未变西藏个呢，未变迄达赖喇嘛个呢。德兰沙拉吼、哦，爱付租金呢，美国爱替付租金。中华民国吼、哦，流亡来台北，所以伊个名叫啥物啊？伊讲简称中华台北有无？啊！恁就是讲、哦、中华民国在台北哦，伊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啊，简称中华台北。所以参加世界什么运动会啦、什么组织啦，拢叫做中华台北哦。伊那叫中华台湾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干那会使流亡伫城市啊？战争法吼。咱秘书长吼上内行，全世界伊是专家。唔过吼，你们就是讲，你来图书馆甲借这本《战争法》出来看咧，《战争法》无这本册哈，《战争法》吼是为这四个法律内底甲判断出来，啊，佮包括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，佮一寡惯例法。第一条吼，就是海牙第四公约。海牙第四公约吼，拢咧讲战争的代志。第二项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第三项就是红十字会总会的章程，拢咧讲有关那个战争的部分吼，还有美国陆军总署吼野战手册，伊内底三千几条，拢咧规范战争的代志。战争啊，就是要有法律甲规范。你要战争，唔是讲画凊彩的画剪对剪的呢？在美国要打伊拉克，伊要怎？要先对伊拉克宣战。日本要打美国，嘛要对美国宣战。啊，美国吼啊未收到，结果就去要打，
美国讲吼，你日本偷袭，啊，美国迄日本讲有啊，我有甲你宣战啊，恁的时间恁家己上班，我哪有法度？所以吼，迄时间吼足重要，全世界时间吼拢有时差，对不对？在美国纽约到旧金山啊，有差几落点钟啊。唔过吼，伫中国无同哦。伫支那这个国家吼，为北京甲迄个青海啊，时间拢同款，以皇帝时间为准，对吧？所以吼，无同款。人美国甲欧美个国家，人因是法治个社会，啊，支那人治个社会。所以吼，因个法律咧判包青天哦，无可能嘞。包青天迄是人治个社会哦，还是咧演予你看个。包青天是连续剧呢，你毋通就是讲真正中国有历史上有即个人呢？中国历史无包青天即个人吼，即个啊，就是国父啦。啊，你知影伊个名叫做孙文吗？还是孙逸仙？伊个迄个外号叫做孙大炮，恁 Google 一下吼，孙大炮图片，伊个图片就出来了。即马 Google 遐足方便的对哦，每一个人四 G 手机一个刷出来，你甲拍 Google 来，你甲拍孙大炮吼，伊就出来了。1905年吼，他加入美国籍哦，伊伫个迄阵啊去用掠到，去用美国掠到有无？啊掠到安怎？爱翕相，偷渡犯嘛？哦，其他人讲偷渡客啦，这都是偷渡客啦。美国吼嘛，这做犹太，你知道？啊，抓到无要紧，你吼、哦、只要宣誓成为美国人就使。因为伊安怎讲？伊讲我出世伫檀香山呐、啊。偷渡吼、哦，迄不是偷渡啦，迄是坐船出去佚佗啦，回来，哦，再回来檀香山啊，对吧？所以伊是美国人啊。美国法律规定足简单嘞，你只要伫我美国的国土，伫我的交通工具，伫我的船，伫我的飞机，生下来的人啊，拢是美国人。所以伊讲伊伫檀香山出世的嘛，所以一定是美国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安尼伊是中国的国父哦。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是美国咧管的，因为这个美国人嘛，对吧？这是伊迄阵啊的证件，偷渡了吼，爱签证件，签证件了成为美国人。这是美国移民局公布的资料，伊个家己签名宣誓哦，来成为美国公民啊。美国吼是一个足伟大的国家，伊独立的时阵啊。有独立宣言有无？伊讲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。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，侵犯人民的权利，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来改变或推翻他。拄啊，迄个孙文无，伊就是起来革命啊，无革命成功无？十几次以后啊，成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伊爱靠啥？无可能讲孙文家己一个人吼，拿一支军刀落去革命啊！迄革命不会成功啊！一定要有武器，有武器就无一定就有法度革命成功呢。即卖乌道嘛真侪枪呢，嘛无法度革命成功呢。爱佫有外国的帮忙，爱佫有朋友的帮忙，你家己一个无效啦，对吧？所以一定要美国吼。这个独立成功啊，嘛是靠法国、荷兰个帮忙呢。伊个甲英国战啊，嘛是法国甲荷兰个帮忙，伊才有法度成功个呢。所以即卖迄个胜利女神有无？纽约胜利女神雕像啊，都是法国送予伊，送予美国庆祝你独立成功。这伫个2014年4月初9迄天啊，出大事了。美国内华达州民兵起义，你看，美国都有法度民兵起义，什么原因？因为美国人吼，大家拢会使买枪，
还合法哦，你只要合法登记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买枪。啊，只要大家的人哦，通通合起来哦，啊，就变革命了嘛。所以哦，足简单的，这些朋友一起帮他革命就好了。因为哦，这个美国的州政府啊，要没收这个人伊的土地啊，讲这个人哦，饲的迄牛啊，要甲没收。因为哈，伊这块土地啊，伫个保护区内底，要保护乌龟啦。结果啊，那是一种借口，是中国的一间公司吼，甲州政府啊要开发迄块地啦。结果吼，要甲征收因，甲征收因了，甲罚钱，罚甲伊挡袂牢，叫伊只厝边吼，大家斗阵来甲保护，叫做只个厝边啊。听到消息哦，武器给你砸，伊这主局长哦，比美国的军队搁还好。再来吼，警察煞输赢了，所以吼，要革命要有条件呢，不是讲话革命就咱革命呢，爱炸武器，爱搁有朋友会斗相共，啊，这孙文吼，真巧。伊要革命的时阵吼，嘛会晓呢去找日本报斗相共。伊写批予日本的首相吼密函哦，写予伊啊。啊，规张批吼都没有标点符号，对啊，拜客大卫伯爵首相吼阁下妾位，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，有无？伊家伊就叫伊家己是支那。所以吉纳不是什么歹话啦，连孙文家己嘛讲伊是吉纳人啊，对不对？而吉纳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，以惠日本工商啊。其中相需自因，相成自大。如见于实行，则日本可跻身于大国之列。可以成为跟英国一样的大国家，伊家嘛，佮称支那，规个拢讲伊是支那，对无？啊，有啥唔好个所在？支那真好啊，规张批吼，拢讲伊是支那，拢总写29届支那，所以支那无啥物唔好个所在。啊，支那是肥啊嘛，肥啊吼，完了有优点呢。瓷器的优点是非常容易清洗，水一冲就干净了，对不对？非常的耐磨，死骨不化，这就是吉纳人的个性，非常耐磨。做奴隶吼，做几落千冬吼，未感觉伊是咧做奴隶，为什么？他非常耐磨。对呀。因的性格吼，嘛完全甲瓷器拢同款。啥物性格？非常的脆弱。吉纳人足脆弱的呢。啊，表面吼很漂亮，每一块飞盘吼拢足水的嘛，白色色。哦，要画啥物花吼，顶头足水的。唔过吼，砰一下就去啊，要得脆弱。因吼。嘛，无咧讲诚信，因的历史嘛，甲肥啊同款，一摔就破。因的历史所写啊，拢假，所以你唔通相信伊咧讲5000几年的历史啊，迄拢假。因为敢若肥啊同款，摔了就破，经不起考验。伊只有无？阁下吼，爱看历史啊。你日本都捌帮战美利坚合众国啊？成独立，对不？嘛不帮战西班牙，嘛不帮战巴拿马，巴拿马。所以啊，你来帮战我吉纳革命成功，我阿伯吼开放市场哦，你日本。啊，规张批吼无标点符号，无一个句号拢无哇。所以吉纳的文字吼，吉纳的契约吼，你千万唔通甲伊安尼拍契约啊。伊若在遮给你点一点，在遮给你画一点，契约都拢无共啊！
所以哈，伊写日本的批嘛是写呢，吼、哦，我开放中国的工商和日本，后日啦哈，那成功了哈，伊迄个开放都点掉去啊。啊，那种族吼、哦、要清洗嘛，足简单嘞，哇！真啊人要清洗种族，足简单就是安那，只要抬就好啊，对吧？真啊人的个性吼、哦。烧嘛唔捌输了，啊烧怕是乜嘢？对不对？你捌听讲中国人、钱啊人战争都一场战赢无？四定规征西吗？四定规征西了，结果做人会惊死，对不对？安尼又做怕赢，啊有搁多一阵战赢，苏亚门敢怕不怕赢过庄稼人？唔捌啦。所以哦，你要知影，钱那人唔要拍赢过。虽然门上用的一波功夫，你叫是纯阳将啊，唔是啦，伊上大的功夫就是忍，知无？忍，忍他，谅他，不理他，忍到不能再忍哦，继续忍，对吧？这就是钱那人。钱那人哦，只要个抬就好啊。清国。入中国的时阵，好在吴三桂喔，吴三桂入侵，因讲这吴三桂入关嘛，入侵的入侵啊，讲最好听讲入关了，入关了就安那开始杀人啊嘛，足简单嘞，伫城内底杀人袂靠，换我的人就好啊，就变清国啊。啊，伊们甲你讲，伊是温州人哦，伊甲你安怎讲？伊讲咱大家拢汉人。所以哈、哦，足简单嘞。不过哈、哦，汉人爱留辫子哦，爱穿旗袍哦。其实钱啊哈，是日本、美国跟苏联哦在争管理权。自古早就开始争嘛，八国联军的时候就在争嘛，对吧？啊，其实嘞，足好管的。钱啊人只要拍赢伊就好啊。钱啊人戆就戆在遮。八国联军的时候，不管倒一个管钱那人哦，钱那人拢足幸福的。上歹的就是家己管，对不对？不管日本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德国，倒一个人管中国吼，中国人即卖拢足幸福的呢。上歹的就是家己管，佫叫去予共产党管去。古早时代啊，钱那人是无国籍的呢。这支国旗啊，是1889年吼、哦，伊个留学生啊，去到美国留学，讲，嘿，人全世界拢有国旗呢，干那咱大清帝国无国旗啊，奏请皇上用这支做咱的国旗、啊，所以大清帝国吼、哦，为1889年到1912年吼、哦，这支做伊个国旗。啊，这支吼、哦、叫孙文甲推翻哦，孙文用五色旗做中华民国的国旗嘛。你知影吧？哈，上个初班应该拢知影，这个是五色旗。啊，五色旗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流亡到来台湾的时候，伊就讲这个是国旗啊。啊，其实这个是1946年才定的哦，1954年才公布。所以啊，这个是流亡旗啊，这个不是中华民国国旗，真正的中华民国国旗是这个。啊，结果即马去哦，这个取代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取代就是美国、日本跟苏俄咧争，到尾也是争输苏俄啊嘛，对不对？唔过吼，美国人无可能拍输啦。美国人虽然我无管理权啦，无要紧，无法度人伫个本土管理，无要紧。我吼即马足简单诶，要做叫你做奴隶吼，唔免叫你出国啊，我落订单就好啊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被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有没有？下订单就好了，哦，全大陆啊，全中国啊，这些大陆上的那个黄种的啊，通通在做奴隶。不止中国呢，亚洲大陆上越南啊、泰国啊，遐拢黄种的呢，拢敢看咧做奴隶。啊，做奴隶，无啥物唔好啊，反正有一口饭就吃就好了嘛。这孙大炮吼、哦，是不是也好对三民主义？
民生、民主、民权，对不对？其实伊个执行啊，林肯的政策，对不对？因为伊是美国人嘛。林肯伊讲吼，那这个政府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国家吼，这个政府永远袂消失。所以啊，孙大炮是咧执行林肯的政策。啊，这林肯上有名的这件代志，就是解放黑奴，对不对？解放黑奴哈，这件代志使他成为伟大国家。伊啊，在1862年哈9月22号，伊讲伊讲啊，联邦掌控下的州啊之奴隶啊，从1863年的1月1号以后要被释放。这黑人叫解放了啊，什么人上欢喜？这黑人啊，黑奴啊，你去唔通讲叫做黑人呢？你唔通讲叫黑人哦，黑人是一种歧视。释放黑奴了啊，这黑人哦，袂欢喜呢。安怎袂欢喜？较早阮咧做奴隶时阵啊，有饭通食呢，有工课通做，有通所带呢。你讲解放了要叫食啥？所以黑人嘛，足无欢喜的呢。国较无欢喜的是白人，安怎讲？伊白人无人无工课，无人通做工课。你黑人拢解放去啊，我白人无法度家己做呢，伊要请奴隶做呢，对不对？结果谁上欢喜？龙的传人上欢喜啦。龙的传人安怎欢喜？吼、哦！即马有工课啊，因为较早做龙的奴隶的时候，只服侍一条龙嘛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人啊，服侍一条龙哦，一定足侪人无工课通做的。所以即马龙的传人足欢喜的，黑人解放啊，有工课啊。所以啊，因这条歌唱啊，最好听，对不对？要唱哈，到底来唱一下，小管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黄帝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仆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仆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仆人。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实际上的？啊，他唱得很好听，龙的传人，对不对？很好听就像男朋友在打女朋友的时候，我都会说好听的话，甜言蜜语都很好听的。龙的传人有好听吗？他是在跟你说，你要做仆人啊，努力哦，要做得起，不能这样乌白想，知道吗？龙的努力哦，要做得起，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就是说凊彩人都可以做龙的努力哦，不可以呢。要抵龙的奴隶也很简单，所有的强国哈，只要打败他，他就做你的奴隶了，对不对？吉奈人足简单呢，大清帝国满洲人来个打败了，伊就做伊的奴隶啊。大明帝国迄、那个来明教徒哦，打败伊就做伊的奴隶啊。秦始皇甲打败了，就做伊的奴隶啊。蒙古人来做蒙古人的奴隶啊，所以啊，足简单嘞，只要打赢伊就好啊。这是不是清国？清国的奴隶吼，足简单嘞。你要当奴隶吼，一定啊要先绑头发，有没有？要留辫子。清国人也来了，你不留辫子哦，很简单，砍头。所以吉那人吼不干净，不干净的原因在这。你家己想哦，怎讲吼？足简单嘞。你的辫子那是绑安呢？你多久会洗一次头发？
一个礼拜啊？我看一年啊，做多嘞，哪有时间通洗头？对不对？白安尼哪有时间通洗头？洗身躯都袂歹啊。即个善根吼，连家己要买船票去美国都无。所以呢，爱家己卖掉呢。即啊，龙的传人，啊，因甲安尼啊，甲这个情形，因那都要修时间。所以对时间吼，无啥物要紧，因为阮边拢咧做奴隶嘛，时间无要紧啊。同款拢做奴隶，嘛是爱做足久，所以做奴隶吼，唔免修时间。所以对时间吼，无啥物观念。因嘛无咧诚实诶，别插话吼，讲过较侪都无要紧，无差。反正吼，大家拢奴隶嘛，所以因的习惯就是安尼，不干净、不守时、不诚实，这是因的习惯。在清宫吼，末年的时候呢，民不聊生，几落批吼，为广东啊、福建遮，拢坐船去美国，敢那咧窥沙丁鱼诶，去到美国要怎啊？取代黑奴的地位。啊！伊要去美国，毋是讲你要坐船去美国，就会当坐船呢？爱买船票呢？对不对？敢那即卖迄个泰劳、印尼劳工、菲律宾劳工来台湾，爱买机票呢？对不对？伊敢会受罪来？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要买机票进前，爱先透过中介，哎呦，中介佫趁一手，同款呢，即个中国猪吼。要做奴隶，要去国外做奴隶，嘛同款来买船票，嘛爱透过中介。因敢有钱？无呢？爱家己卖掉了，才有钱通买船票。当年哦，因有统计，四只船吼，拢总载2523个，途中吼爱载两个月哦，途中死1620个。死亡率吼高达64%，这都是正经的6死3老一回头了。你唔通讲因来个台湾是6死3老一回头呢？还是咧甲恁骗呢？其他人将来吼无偌侪人来台湾，那来台湾，大清帝国佫惊因背叛，惊因革命，所以啊，拢佫甲遣送回去。所以吼，其他人伫台湾足少的。蒋介石带人来的时候，带上多啦，过来剩的来无几个。这啊，迄阵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支那人就出去做奴隶啊。迄阵140,000人哦，去欧洲啊，想讲要去欧洲赚大钱。哎嘛，定甲咱骗讲吼，要去南洋做生意，有无？支那人上后去南洋做生意啊。其实吼是去南洋做孤立啦，你知道？啊，做孤立嘛，无啥物无公用的所在啊。因就讲因咧做生意，这嘛是伫个，迄阵啊，拢摆咧摆个最好势。伫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哦，去欧洲啊，去啥？去欧战壕，去水战车，这是去做奴隶战争。袂使呢，战争又毋是因迄国个人呢，所以战争啊，袂当用因个支那个奴隶咧战争哦。哎，战争啊，因家己人战。啊，那乌战壕啦、水战车啦，这叫奴隶做到啊。这样嘛是坐船哦，去美洲啊，死亡率吼拢60%。啊，因甲恁讲，这是龙的传人。去美国了后，要上岸了。在1862年哦，美国开始起铁路，起10多年，工程哦，上大的所在就是咧西部的时阵，西部拢矿业嘛，大关山甲沙漠，拢总2800几公里哈，拢是靠这些奴隶，黑奴已经解放了。啊，结果起好了呢，吼、哦，咧庆功有无？顶头倒一个是，即个奴隶的相片，
无啦，恁是负责起铁路就好啦，开幕，阮美国人来开幕就好啊。起好了，换去澳洲，啊无就换去加拿大去。这样，去美国吼，咧起铁路的时阵啊，相片，换加拿大，美国起完换去加拿大的铁路。加拿大哈太平洋的铁路哈，嘛是3000几公里，万几个，其中哦4000几个死。加拿大的总理哈麦克唐纳讲哦，那无只个华工协助，伊是拍摄讲华奴啦，哦，伊讲华工协助啊，太平洋铁路无法如期完成，加拿大的西部的资源哦嘛无法度开发，这样。去南非做奴隶，你敢想南非是黑人的所在呢？黑人阁会使请奴隶？你看吉纳人偌好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。哎，恁大家呐有一口饭吃就好吼，阮家欠足侪奴隶，知无？阮家欠足侪奴隶，恁两个只要一口饭吃吼，阮家欠足侪。去非洲啊，种甘蔗，嘛是这奴隶做。黑人都要请奴隶啊，你个想？这啊，巴拿马运河嘛是请这奴隶去起，连接太平洋跟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，都是因为安尼起这条运河了吼，南北美洲才叫切断的。即嘛吼，中国吼，吼伊。起这巴拿马运河不甘愿啊！伊讲这个拢去予美国人抢去，抢功劳去，其实嘛是中国人去的啦。啊，不过美国人咧营运，营运到100年了，还有巴拿马，即嘛吼中国人做唔完的。伊讲尼加拉瓜吼，这条运河吼，换我甲你去，我来予我营运100年。哦。这个尼加拉瓜大运河开工典礼啊，这条新闻有看无？吉纳人吼唔愿呐，干那起一条巴拿马运河，起码要起加那诶尼加拉瓜大运河，也公司哦拥有100年的营运权哦。这条运河吼都巴拿马的3倍长，巴拿马运河无到700公里长吼。一条啊，280几公里长。运河线路哈，从加勒比海到哥勒达河，沿着杜勒河哈，进入尼加拉瓜湖，再到太平洋岸的布里托河口，全长的276公里，是巴拿马运河长度的3倍。航道规划底部宽度是230米。到520米，水深27.6米，航道的通过能力哈9100艘一年，可通行的船舶最大吨位达到40万吨，计划5年建成。一年啊要塞9000几台，一天要几台？一天要300-400台船呢。预定哈有5万人去啊去啦，会当创造20个就业岗位。所以哈，吉纳人做奴隶哈，是咪做个足惯习？做个足惯习的来吼，无工课做足艰苦的呢，因为无饭通食。所以这贾博士吼，只要吼咬一口苹果就好了，订单就写一写，寄到中国去啊，连寄也不用，现在 email 去中国，哦，郭台铭的比亚本了。赶快来起来床做事啦，对不对？100万人就来做了，所以是不是很简单？现在努力啊，免出国，也不用准备准票，也不用买机票，这样简单吗？只要下订单就好。他吼讲的一句最出名的话就是这样，不要去欺骗别人啊，因为那些你能骗到的人啊，都是相信你的人。这中国的这作家王朔，伊讲哦，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为什么不能接受？
哦，说我是猪实在是很痛苦啊，但是明明他就是猪啊。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啊。不侵犯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光知道赚钱，死到自己都没有关系。一旦伤害了自己齁，马上就惨叫，跟猪叫一样，有没有？猪你只要踢他一下，或者准备要杀他，他就叽齁。你若住在屠宰场的隔壁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惨叫。然后啊，一个大馒头丢过去齁，那只猪就点起了。这就是王朔。很多事哦，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。这人啊，这个哦，你们不配做中国人啊，当然嘛不配，我们不是猪啊。吉拉人的原来我，吉拉人啊，他们只要求有一口饭吃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这外口出去啊，你唔当问人吃饱未？哦，台湾人足。最爱问这句话啊，要钱哪会思想给你？主呢？因头一个见面就先问你看有食饱未？较早清国的时阵，因是啊，迄个手腕啊遐长，哦，要跪的时阵哦，爱背一个有无？甲向皇帝要跪的时阵爱背一个，伊迄个手腕吼，那无油吼，讲你这善人。所以因的手唔捌洗哈，爱保持留啊油油，表示你有食油啊。这样上厉害的是的，猪猪相连到天边，铺满小英选总统的路了。啊，结果第一哈是目睭青迷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一条馒头甲啃去啊，第一就点去啊。只要有饭吃就好了。所以哈，这家朱英哈，伊就讲啊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这明明的四字啊，这两字爱相等，足奇怪。所以因的目睭是青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甲讲嘛讲袂听呢，奇怪呢。我甲讲吼，啊，干那安尼英九甲英文是毋是搁较相共？两字尔，啊是英文跟英九较相共。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所以吼，吉纳人吼是痴迷的这个观念。因吼汉满门回战吼，啊个湖广明月庙吼搞不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拢黄色的啊，拢黄色的，所以恁在做奴隶的时阵啊，无感觉恁在做奴隶啦。啊呐，拢黄色的曼德拉吼，甲白人差足济呢，乌的甲白就看得足清楚啊。唔过恁拢黄色的，你是万人哦？唔是哦，我汉人哦。啊，你是蒙古人哦？唔是哦，我嘛是汉人哦。结果哦，搞不清楚。结果拢想咧做皇帝，哎，朱的传人咧做皇帝啊、哦？唔是啊，是龙的传人咧做皇帝啊。你若讲你是龙的传人啊，先斩头，那有可能龙的传人，龙的传人伫个我皇宫内底啦。所以呢，耳孔嘛，臭耳人有无？甲讲伊嘛唔听，讲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，你听无呢？足奇怪呢。啊，这个吉纳人，吉纳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呢，吼，伊讲吼，咱拢是汉人啊。所以伊要考公务人员的时阵吼，咱台湾人嘛是其中的之一尔啦，汉人其中的之一啦。所以来台湾咧考公务人员的时阵吼，伊讲吼，全中国吼的人拢来考，拢总要伫600个啦。台湾人吼，会使调22个，吼足多呢。啊，你敢想啊？这吉纳人来台湾的吼？这甘肃省的吼，敢有可能有九个人，所以几乎全部当选。这个河北省的可能有较侪人啊，湖南省、湖北省的这可能有较侪人哦。因嘛还有调24个、28个，四川还有调50个啦。
咱台湾人哦，敢来当调22个尔啦。啊，这个台湾人哦，佫无一定是台湾人哦，凡世佫有假哦，爱个想。所以哦，30%尔啦。这个故事哈，按哪去看呢 ？Google 最方便呢。老鹰与小鸡的故事，这是真正的故事哦。我一个朋友哈，住花莲，自细汉哦，伊就饲一只鹰啊，饲咧龟条的。到两年前，我去因家佚佗的时阵哈，伊讲嗯啊，迄只鹰啊，哪会无看？我都甲放掉呀。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掠喺倒放？伊讲我都掠喺路中啊。都甲坑咧吼，想讲鹰啊就会飞啊，啊就看伊在遐徛。结果一台车来吼，车就是迄只老鹰一定会飞嘛，直接就甲弄落啊，弄死伊啊。老鹰哦，甲鸡斗阵饲吼，迄只老鹰是袂飞呢。你唔能就是讲老鹰本来就是老鹰呢，台湾人吼，猪啊饲大汉，唔通变作猪呢，知哦？哦，猪啊，加大汉，然后变作猪呢？这老鹰甲鸡的故事哦，这个人啊，这个用品，这个影片哈、哦、，Google， 这个、YouTube 来对哈，这个、Google 就出来了。老鹰跟鸡哦一起长大，自然而然它就变成了一只鸡了，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老鹰啊，所有的鸡都知道你是老鹰。就是你这只老鹰不知道你不是鸡，很奇怪、啊。这只啊是美国的母牛，有这密尔克谢克。自细汉吼，甲这狗吼斗阵大汉，所以伊无家己无认为家己唔是狗，唔是猪哦，哎唔是牛，伊感觉伊是狗，唔食草、哦，伊的饲料爱放在盆内内底，伊才要食哦，甲狗同款。已经八岁啊，伊是母牛啦。食物吼要放喺碗内底，伊才要食哦，还拒绝吃草。不过吼、哦，你牛安怎饲狗饲了吼，你都袂肥啦，对不对？牛干那会生毛尔啦，无可能会好好啦，对不对？干那老鹰同款啦，老鹰只要伊呐知影伊是老鹰了，伊就会晓飞啊啦。问题是，伊啊，佮是鸡。这曼德拉，曼德拉哦，伊一个看伊就知影我是黑人啊，迄白人咧甲我奴隶。伊讲吼，上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啊，我痛恨种族歧视啊，因为我认为那是很野蛮的，不论是来自黑人或白人啊。伊讲这话啊，是不包括吼龙的传人哈，知无？伊讲吼，教育吼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，这就是为什么咱爱来这上课的原因啦，知无？教育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。这黑蚂蚁啊，足骨力的；红蚂蚁哦，足扁担的。红蚂蚁哦，我唔免做事啦，我只要抓黑蚂蚁哦来做事就好啊。所以哦，黑蚂蚁哦，只有一日干拢咧做事，敢那黑人咧有，爱做奴隶。啊，红蚂蚁安怎个控制？足简单咧，我甲你提示了哦，将你的体液啊抹去我的身躯。你黑蚂蚁的后代啊，都拢咧甲我服务啊，因为啊，红蚂蚁啊、黑蚂蚁啊，拢是青梅啊，对不对？曼德拉无青梅呢。吼、哦，曼德拉一个看了，伊知影黑人甲白人分了清，唔过猪是青面的吼、哦。黑人的眼睛可无青面哈，曼德拉的眼睛不是青面的哈、哦。这文献会哈，伫、哦、台湾通志来对哈一下，乾隆23年哦，伊主要是伫1758年，归附平埔族的。要征伐结变，还要实施世姓政策，议令改用汉名。世姓令一出，雍正8年的时候，归附的有60多万的台湾人，
啊，台湾人是叫番仔呢，讲番仔是足歹听的，真仔人讲番仔足歹听的。啊，其实番仔是咧甲咱称赞，为虾米？真仔人哦，因叫全世界所有的外国人拢叫做番，对不对？干那因真仔人唔是番尔，红毛番，无？哎，蛮族、北夷、西戎，迄种番，啊，咱在边部番吼，爱改名肃姓。第一，爱个接应的祖谱，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，1783年，归附的人数吼增加到91万，这系统大乱，啊，拢系统大乱。奇怪，啊，都唔是阮祖先的人，来变阮的姓，所以一定会大乱的。所以说，这真仔人吼，感觉足可恶的，那会使，这番那会使跟阮共祖讲，真仔人足不安的，甲清国抗议，讲袂使甲番共姓，是安怎？因为那会使跟阮支奴隶的地位。全世界哪有人遐伟大做奴隶，会当做到蔡阮这款的？阮啊，做奴隶是全世界上有名的，会当家己自攻，对不对？恁什么人有遐咁有遐伟大？干阿阮才有法度尔。所以吼，咱这个番啊，唔通甲因抢这个地位啊！因做这是做到足自然的。做太监是做几落千年呢？人因这太监啊，足伟大呢，会当做官呢，宦官啊，对不对？宦官就是太监。这些宦官啊，无一个是满洲人哦，嘛无一个是蒙古人哦，嘛无一个是迄个什么汉人啊。讲汉人，汉人嘛已经早就灭族去啊。这个宦官，只要你将宝贝给切掉，就可以当这个官的了。现在叫你切掉再当官，免了，只要来受训就好了。如果真的人比较早比较巧，你要送红包，有没有？送越大包，官做越大。因为历史里面，宦官专权这是正常的，所有朝廷吼拢有宦官，为秦始皇、汉国、高力士这些拢是宦官。这尤其上出名的吼，因这清剧上印象最是这个李莲英，有无？小李子就是这个了，李莲英啊，这些拢足有名的宦官，讲宦官足好听，对不对？太监机啦，知无？做好只迄个太监机啦，知无？只个就是拢太监机啦。因为历史吼，就是拢只宦官的。但咱讲为皇帝、为皇帝开始，都5000几年啊！啊，你个想上简单嘞？夏商周、战国、西汉，只个倒一个，或者中国。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唐帝国、大隋帝国、大韩帝国、大秦帝国，都有一个叫做中国。所以历史足简单啊！伊甲你讲，咱拢是龙的传人，你都信啊嘛？吼、哦，因为龙好像很伟大，其实咧，龙嘛是唐尔。恁出世的时阵，就甲恁教，教恁来孝顺。哦，要孝顺父母。其实哈，伊是甲你讲要孝顺皇帝啊。你的父母要你孝顺吗？错了，你的父母要你爱他啦。你一点爱都没有，你怎么孝顺你的父母啦？就简单的道理啊，全世界拢咧介意爱他的父母，爱他的子女，爱他的兄弟姐妹，倒一个咧讲爱孝顺的，干阿钱阿人甲恁教恁爱孝顺。孝顺惯习了吼，对，要孝顺皇帝啊。主人出席。
但恁讲恁是啊低高牛啊，你想猪的，还是想狗的，想鸡，还是想蛇的？恁是安那唔想天上的星座唔是足好的呢？你都爱想鼠、想牛、想兔，啊实在是，尤其查某的更加可怜。恁家查某人哦，真爱人讲。恁家会当嫁鸡随鸡啦，嫁狗随狗啦。看恁家吼，偌无价值的，这样因为多，这吼这锦西王啊，啊这吼这汉帝啦，光武帝啦，啊这两个星座有共无？什么叫有呢？这共一个人啦，这就是因的历史啦。无人捌看过秦始皇哦，无人捌看过这个光武帝哦，啊，围起来就同款了嘛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因的历史，知无？历史是要创啥用？历史要见往开来，要见察以往啊，才能开创未来啊。啊，你的以往如果都是写假的，你怎么开创未来？所以吼、哦。中华民国先来灭亡就是这，清朝的灭亡就是这，明朝的灭亡就是这，因为拢在写假历史，写假历史一定爱灭亡，哦，无法度开创未来嘛。这秦始皇啊，拢话哈，你唔通就是讲这真正伊的相是安尼啊。秦始皇一个起来的时阵。将所有的册拢烧掉去，哪有可能阁留？秦始皇哦，伊个名叫做嬴政，伊是羌族人哦，伊个老爸叫做异人。十三岁哦，就做王啊！十三岁你还要创啥？十三岁要偷食汉堡啦，麦当劳啦，对不对？你十三岁人伊就咧做王啊！三十九岁统一中国，统一支那。秦始皇哦，创立各种的制度，实施啊，铜钱钱铜币，币铜形，车铜轨，书铜文，焚书坑儒。焚书坑儒就是所有的册哦，支那的册，支那的历史总烧掉。啊，你还阁有皇帝哦？你还阁知影恁祖公什么人哦？恁家有册？抬头我跟你讲，不想要知道恁家祖父皇帝，定下拢嘛讲恁是炎黄子孙，你黄色的就是炎黄啊、哦，越南人嘛黄色的呢，泰国人嘛黄色的呢，印度人嘛是黄色的呢，这样钱同币，币同钱。迄阵啊，钱就是安尼啦，钱就是用这个币有无？中国的文化有无？迄、那个币就是代表钱嘛，对吧？所以即马迄个 Facebook 顶头上出名迄字有无？赞赞赞迄字无 ？Facebook 即马用最多就是赞嘛，赞赞赞有无？赞就是安怎？讲人的好话吼，爱先用钱买，哇！赞什么？两个备言，就是吼，你若要讲好话吼，爱先用两个钱甲买，才会赞。秦始皇哦，上出名啦，伊讲起这万里长城，哇，哦，迄个孟姜女哭倒长城啊，万梓良讲去起长城，起甲翘的。其实起长城翘起的吼，唔呐，万梓良一个啦，太济了啦。秦始皇哦，将所有的钱哦，拢咧起长城啦，起阿房宫啦，啊，起啊兵马俑啦，钱拢开伫遮。阿房宫啊，这是即卖吼乌的遗迹起来，阿房宫吼叫烧去嘛，钱拢开遮，这兵马俑啊，这真正是足开钱的。所以吼、哦，钱拢开了去，开了以后，伊个政权干了15年尔。这阿房宫，阿房宫起好无啦？起袂好，
啊，未起好就去用放火烧掉呀。其他人的习惯就是安尼嘛。你这个贱款，我给你拍败了，先杀人，有没有？嘉定三屠，苏州之屠，南昌之屠，江阴之屠，长手屠杀，避震之屠，南京之屠，无锡之屠。恁只要拍一个这什么师徒哈 ，Google 一下哈，这些都弄出来。济南人足简单嘞，拍赢你了就开始杀人了，所以济南人足好生的。啊啦，啊应付你杀啊，啊无吼，要来付你杀，所以足好生的。吉纳人即马咧进步，因进步了呢。即马国吼唔免杀人哦，即马国内底吼只要有一个王就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吼因即马人才会遐济啦，免杀人啊嘛。即马十几个人足痛苦的呢，大家天光嘴都开开呢，要等食饭呢。迄毛泽东是足痛苦的呢。哦，大家一眼一睁开，大家都要吃饭呢。以共产党的政策是哪？有饭大家吃，哎，大锅饭嘛。反正我一天一亮，我就是要吃饭啊。共产党要准备饭啊，所以毛泽东足痛苦，那也遮侪人。迄阵啊，卡特去访问中国的时候，甲邓小平问讲：“啊，你想让唔让恁中国人哦较自由的？”较自由，拢让因自由出国啊，那要紧。反正恁人要侪，那闹差。邓小平听一个偌欢喜，你知道？伊问卡特总统讲：“啊，无你要挃偌侪？2000万有够无？”卡特全紧掂去。伊讲吼，我可会使甲你送到位。所以吼，钱呐吼，因为调低吼，只要若改换。改掉我地啊，就杀人。把这城中烧掉，决定提起我的。所以吉纳无啥物古迹啊，你们就是讲哦，吉纳那长城那烧袂掉，才是古迹呢。啥物有这长城？就是甲恁家的围墙啊，同款呐，对不对？哦，恁家围墙啊，起足水的。恁家那人客来，你敢会出来去参观围墙啊？哦，我这个围墙啊，自阮祖先来祖先就起啊，围墙啊起到偌伟大，起到偌高呢，起到偌水的。迄全世界吼，所有的领袖呐去中国访问啊，吼都带去参观长城。迄实在是全世界所有的领袖呐去参观的时候，拢足爱笑，你知道？你来来，阮来到参观啊，我是来参，带你来参观阮岛的艺术品呢。哦，阮家这幅名画梵谷画的，迄、那个毕卡索画的，俺唔叫光荣来参观阮家的围墙啊！哦，啊恁，迄实在是足伟大的文化。恁家家家起只馆要创啥？佫唔免用迄个铁幕呢，铁窗佫唔免用，起较悬的就好啊。吉纳人哦，上离谱的只。秦始皇、汉高祖、隋高祖、唐高祖、元太祖、元世祖、明太祖、清太祖，这些都不是吉纳人呢。这哪一个人是吉纳人？哪一个是汉人？无呢？清，这是满洲人呢，女真人呢。明，伊是信佛教的呢，佛教的就是伊斯兰的呢。姓明教的，有沒有？所以的名叫做明大明帝国。元朝是蒙古人呢。你问蒙古人，敢有倒一个蒙古人讲阮是中国人？蒙古人则无咧讲呢。因安怎讲？伊讲中国人是阮的奴隶，成吉思汗更加伟大。成吉思汗就打去到澳洲呢，啊，应该恁家讲吼，这成吉思汗偌伟大，是中国人呢。隋朝，
这种伊是李嫣的表兄弟啊。李嫣什么人？李嫣就是迄个唐高祖哦，嘛唔是济南人呢。隋高祖杨坚啊，都唔是济南人呢。隋高祖这个敢是迄个阿拉伯契丹人。你就是老邦，就是汉人啊。这些都是外国人的，把他们吉纳消灭了，太你们的人了，好，你们吉纳人就马上归来，叫他太祖，叫他世祖，叫他元祖。那时候日本人如果没打输美国，现在已经变成立太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要打赢他们，就叫你做工了。吉纳人小妹不输，小怕不免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若遇到吉纳人，你不要跟他相骂，骂你也不赢他，不过你一定打赢他，知道吗？只要你先打他就好了。刘邦他是东夷人嘛，对吧？他们说汉文化就是为东夷来，东夷文化就是汉文化。刘邦哦，收猎秦始皇这些人啊，消灭大楚帝国。大楚帝国是百越族的，百越族就是倒位啊，就是福建啦、啊、漳州啦、啊，较南部这就是大百越。百越族，尤其是咧客家人、广东人哦，拢百越族的。大隋帝国哦，这是突厥人；大唐帝国是鲜卑人。大元帝国跟那个蒙古哦，也是蒙古人对吧？大宋帝国才是较像就吉纳人的，因为安怎？大宋帝国的时候，伊唔是讲北京话呢？大宋帝国是啥物朝代？就是包公迄阵的朝代了。包公到底到开封府嘛？不过这是连续剧哈，你们能相相信啊？包公住伫开封府对吧？啊，开封府是伫洛阳平原呢。洛阳平原当然是讲河洛话啊，那有可能讲北京话。啊，伊即卖连续剧吼、哦、做个偌赞的，迄个金超群啊，讲北京话字正腔圆呢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，恁自细汉就甲恁教，恁是猪、狗、鸡、狗。羊、马、蛇，为了量哦，你就是讲吼、哦，你想量的真好哦，吼、哦，做个生的龙子、龙孙的龙女的，同款嘛是唐尔，你就是有法度做皇帝哦，卖戆啊！即个精神哦，伊那咧抬的时阵哦，伊袂疼；伊咧抬低的时阵，低做好叫的，皇帝伊袂疼。英雄哦，跟恁教的就是教这王。只要有恒心哦，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呐、啊。你无法看卖，你唔免用铁杵啊，你即卖用铁线落啊。铁线磨到那么细哈、哦，就不成针了啦，软缩缩啊，袂天生的。一定爱钢哈，这读过机械的人，读过精工的哦，拢知影，一定爱钢，才有法度能做成针啊。哦啊，中国人未晓炼钢啊，安怎？因为因较早未晓用煤炭，干那会晓烧茶尔。因上大的一个观念就是啥？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个想上简单的啦，好男不当兵啊，你是要哪打胜仗？都是烂咖在打仗。一定打输的啦，对不对？就简单的道理嘛，你好男都不当兵啊，所以中国人打仗从来没有赢过，为家都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因吼、哦、铁吼、哦、好的铁啊、哦、不打钉啊，只有烂铁才打钉啊。铁那有分好铁跟烂铁啦，铁就是铁，钢才是钢。
铁吼要加入碳以后，加入其他的合金以后，才会变成钢。你能就是讲铁吼，只要一直打就会变钢呢？不会啦，铁还是铁。低就是低啦，你唔能讲佮加入猴的成分吼，会变成猴子，没啦。猪就是猪，哦，铁就是铁，要加入其他东西以后才会变钢。因讲哦，恨铁不成钢，干那恨没有用，你要加入碳，哦，要加碳，还要加其他的元素，才会变钢。古代时代哦，吉那人嘛无宝刀，有无？你们就是讲迄支尚方宝剑，迄支是宝刀呢，迄支嘛进口的哈，啊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因未好炼钢。因阿拉伯刀吼，就古早的作用。印尼刀，连咱家己的迄个翻刀啊，台湾的翻刀啊，都比中国比较好。咱台湾族的那一个出世，伊的老爸啊，都甲准备一支刀，自细汉就甲准备这支宝刀。其他人哦，上高就是安啦，会晓烧瓷啊，有无？因烧火也足高嘛，自古早就外销欧洲啊，对不对？啊！我迄阵啊，因澳洲人哦，看到这陶瓷啊，足水啊，因唔甘用，你知无？因是放咧壁橱的内底做水的呢。啊，真啊人是咧食饭都用陶瓷啊呢。外销去到澳洲的时阵，人是当作宝贝，甲放咧藏，放咧橱柜内底呢。因上后就养蚕无，养蚕要创啥？抽丝嘛，抽丝丝要创啥？一般的老百姓无通要穿蚕丝被呢，迄种是哦皇帝用甲外销的呢。一般的百姓哦，你若我都穿皮就袂歹啊，正皮啊。其他人上后放冲天炮有无？放过了清明，嘛是过来放冲天炮。人外国人冲天炮一个看，哎呦，有遮赞的物件，马上就要发明做枪支啊。做飞弹啊，对不对？也要上太空啊，也要射去遐月亮啊！啊，较早嫦娥哦，可能是坐一个冲天炮去的。哇，伊甲咱讲嫦娥奔月去的吼，坐冲天炮的啦。佮含迄只兔啊，煞载去，吴刚煞载去，哇，应该是用冲天炮。莫怪安尼，济南人到倒位吼，所有的茶庄烧大伊。月娘即马无半丛树啊，原因就是伫遮。叫吴刚个台地，吴刚伐木伐完了嘛，对不？其他人即马连中共嘛无几丛大树呢，是安那？因为做地要用树，用树啊做，用竹啊做。做船嘛是用叉做。迄阵明朝的时候呢，郑和下西洋哦，嚯，做的船讲偌大台呢？所有茶拢去做做船去啊！啊，所有的茶拢做出来咧，啥烧灰啊？因为较早未晓用煤炭，用茶上紧，所以钱啊，即卖茶几乎都撤光啊！因即卖爱进口美国的茶吼去做猪呢，看偌奇怪！做猪爱为美国，迄法国人啊，一直问钱啊人，啊无恁当时啊要开始用刀叉。较文明的用刀叉会使的，其他人吼，伊讲，阮是安那要用刀叉，阮用滴足习惯的啊，真好啊。法国人一直搞不清楚，伊法国人讲，奇怪，阮刀叉吼，永远拢袂歹呢，就算歹去啊，搁定提炼，嘛是怪呢。恁用滴啊，用垃圾就甲弹掉，垃圾就甲弹掉。恁十几个人呢，一天要用几箱滴？恁滴迄个电啊，敢发得付恁用？因为无要紧啊，反正拢凑合搭落啊。因好好男不当兵哦，人日本人啊来台湾要征兵的时阵，安怎？伫本嘛同款哦。伊要招兵入来时阵，安怎？吼，爱考试呢？爱看看你的身材安怎呢？
啊，秤看偌重偌悬呢，对不对？爱看看你的身材有够刚腰无，对不对？爱有平衡感无呢？安尼唔才正呢啊！所以日本兵正到倒位拢未赢，唔要拍输呢？拍输迄个是因为迄两粒原子弹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日本哪有水？所以这好男通通在当兵啊，挑的每一个男的几乎都可以当将军，这一定正赢的嘛。在你要好男不当兵的啊，温书的啦，免见就知影输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日本人用的武士刀，每一支武士刀拢宝刀呢，拢宝剑呢。那我猜吉南人跟他一支尚方宝剑，还一支倚天剑。屠龙刀，关公一支青龙偃月刀，你们不要搞错了。倚天剑、屠龙刀、青龙偃月刀，那种小说哈、啊，你唔通当作真正有迄支刀哈、啊。关公拿迄支关公那支刀讲五十几公斤呢，啊，你家想你若派五十几公斤的行李，你是会震惊的未？所以小说吼唔通当作历史哈。因上后战争的，就是讲这个孔明了。吼，孔明偌后战争的三十六计，三十六计每一计拢咧骗人啊！因战争干呐用骗的，啊啦，瞒天过海，围魏救赵，借刀杀人呢，声东击西，隔岸观火。这每一个拢骗人的呢，无一个讲真正来收台的啦。安尼，吉纳人讲真呀，孔明讲真呀，康声假啦，浑水摸鱼啊，抛砖引玉，借尸还魂啊。这每一个拢用骗的，安尼你偌敖战争？孔明你偌敖战，偌巧，佮会借东风哦。你借我看看啊！这汉人哦，真正汉人就是住伫遮洛阳平原有无？黄河甲长江的中哦，最好洛河诶、欸、洛水有无？黄河跟洛水中间就是洛阳平原有无？因讲的话叫做河洛话有无？河洛话就是为遮来的。河洛人是住伫遮尔呢，这边吼在东夷人，这边北狄、西戎、南蛮，遮拢外国人呢，轮流统治。安尼，你汉人还够纯无？哦，迄连爷爷吼讲到最后者，我是纯种的，有纯无？真正是足愚蠢的呢。即卖吉纳人拢已经唔是汉人啊。咱台湾人哪有可能是汉人？汉政哦，本来就拢少数，早就去这个全世界这个藩哦包围消灭了。古早时代华夏人哦，称呼洛阳盆地四周的外国人叫做东夷、西戎、北狄、南蛮，有无？这外国人是土地大，人口众多哦，轮流统治这河洛人啊。四千多年哦。这汉民族啊，拢已经早就去用灭国去啊。那无去用灭国，即马中国唔是讲河洛话吗？唔是讲广东话吗？唔是讲客家话吗？啥啊？即马拢讲普通话。你真正叫是普通话是普通话、哦？普通话是满洲话。好不好？这蒙古、金朝，迄阵啊，宋朝就较像吉纳人的朝代啦。宋朝迄个包青天呢、啊，吼、哦，也给上方宝剑，讲上斩财臣，上斩皇昏君，下斩财臣。对啊，我、哦、电影演到偌赞的呢，这包青天偌清廉的，看偌可怜就好了。吉纳的历史讲五千几年，唯一的出了一个清官讲包青天呐、啊，结果这个是连续剧啦。啊，恁讲看吉纳看偌，这些人看偌
可怜的，唯一的清官，唯一的一个清官，竟然是连续剧。顶三期的一个学员甲讲，哦，伊去中国吼，佚佗的时阵，问因遐个人，开封府遐个人讲，有包青天这个人无？讲无啦。全世界学者拢公认吼，十四世纪的大宋帝国，这是真正属钱的黄金时代。大宋帝国的整个十一世纪里面，全世界是可以唯一最强大的国家，迄阵的大宋帝国。宋江丁就是为迄阵来，迄个真济咱台湾真济迄个什么妈祖庙哦，伊就讲伊自宋朝的时阵就来。这吼有时啊爱查清楚，恁家己的祖谱吼爱查清楚，唔通吼认贼作父。网络顶头拢讲吼，汉人吼有一个特征，有两个特征呢。讲汉人哈，也买庄稼啊吼，诶，庄稼是必切，啊，手后翘只吼有一寸，讲起有这汉人的特征，其实伊是甲你骗的，迄是平埔族人的汉的特征，手后翘这条线好做祖灵线，这是平埔族才有的特征哦，庄稼。买庄稼啊，必顺，这是平埔番呐，番的特征。咱唔通讲哦，做番唔啥唔好哦，做番做公营的，番啊嘿，就是番团来哦，安门头嘛是番团来，这汉族、番鸠，这拢是番啊团来，啊，番啊是做先进的呢，无像迄钱啊人是低呢，对不？这样金超群对不？这是假的，这是连续剧呢。你唔通叫是这真的呢？中国的朝代无这个人哦，哦，这是连续剧。伊上出名的就什么龙头铡、狗头铡、虎头铡，迄种假的哦。不过迄铡可能真的啦，因为中国吼真的无宝刀嘛。伊要杀迄个犯人的时阵吼，没有宝刀啊，只有用迄狗头铡。龙头铡，哇！那外国咧，全世界武术都一个开头都斩落啊！啊，那钱啊，钱啊，上盖好啊，是要用大刀啦，哦，一支刀爱足大支的喎，才有法度共斩断。武术都射下机啊，吼，都抬个天后腰给你倒断哦。你咱拢听伊啊，这普通话讲个字正腔圆的喎。伊是爱讲好老话才对呢，应该你教讲，这个是成吉思汗对不？汉是什么意思？汉就是天可汗，大汉皇帝叫做汉。伊甲你灭国去啊，你还阁叫伊汉？汉是尊称呢，都跟那个称阿公阿祖的意思同款意思呢。伊甲你灭国去啊！你阁叫伊汉，伊个正名叫成吉思啦。啊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是叫成吉思汗。啊，你嘛唔通就是讲，即个是伊个图呢，伊个相片呢。成吉思汗哈，成吉思啊，伊无生做叫慈祥啦。拍去到澳洲呢，伊有可能生做叫慈祥哦。这是蒙古文啊，蒙古文哦，跟满洲文哦差不多，很近。这成吉思哈，伊生在1206年，活到1368年，伊的正式的国号啊，叫做大蒙古国。啊，伊的孙忽必烈在中国成一个叫做啥，大元帝国。蒙古吼，迄阵大元帝国遮大，拍去到欧洲，这是世界史呢。欧洲人所有人拢知影蒙古人拍来到欧洲呢，对不对？遐欧洲人敢有讲蒙古人是中国人？蒙古吼，伊武力大个时阵哦，拢总三摆拍去到欧洲。
第一届是伫个1219年迄阵啊，迄阵卖西寮花辣子蘑菇，个亚美尼亚、乔治啊，这拢知影嘛？这即卖嘛拢啊伫个呢，这国家拢啊伫个呢。拄啊为苏联脱离，还有在三小国王。其他人上后甲咱教的就是安尼，吼，因这国家那么三小国王。你唔通听其他人伫台湾讲的呢？即系所有的三小国，每一个拢比台湾较大呢。啊，共叫三小国。这三个国家吼，亚塞拜然啦、乔治亚啦、迄、那个乌克兰有无？乌克兰即卖上出名的，迄即卖迄较早拢叫蒙成吉思啊，拍去个呀。这成吉思汗的大军吼，才12万鸟。足够骑马，足够烧钱，足够射箭。蒙古嘛，宝刀，伊个宝刀嘛足好个。所以哦，12万的大军打赢欧洲60万的联军。欧洲人有多一国，叫伊是成吉思汗；有多一国讲叫伊是太祖个。敢那吉那人上勇敢。把你打了，马上跪来叫他太祖，对不对？他的孙又叫他世祖。成吉思汗啊，有一次啊，成吉思汗啊，叫他在路上问他的部将，说人生啊，什么最快乐？他的部将啊，很简单的，他说啊，像饲羊啊，看他猎物啊，这样就人生最快乐啊。成吉思汗说，哦，这样你的野心才有够细呢。人生最大的快乐，就是打赢敌人，把敌人驱逐出去，夺其所有，见其最亲之人，以泪洗面，乘其马，纳其妻女。这不叫像成吉思汗，不叫有办法打去欧洲，你只有在饲羊那里，只有做将军好了。这就是他的将军啊，只是想要饲羊就好啊，就人生最快乐啊。人成吉思咧，成吉思这样夺其妻女，所以哦，现在全世界哦，成吉思的后代啊，上估计啊，上届只有2000几万人啊，成吉思的直系后代哦，上少2000几万人。因为战甲多，拍仗拍甲多嘛，对吧？讲到拍仗，美国吼，讲咱台湾民政府是敢那一条鸡卵。啊，恁知影哦？鸡卵哦，会当孵出来小鸡，对不对？唔过，唔是每一条卵拢会当孵出来小鸡的呢。你去超市买鸡卵是孵会出来小鸡的呢？哦，你唔通就是讲超市要等来买，等下厝会孵，吼，我足骨力甲顾的，用电器甲照甲，安尼孵袂出来小鸡哈。鸡蛋吼，要孵得出小鸡吼，一定爱拍过，爱甲公鸡拍过的鸡蛋吼，才会孵出小鸡。啊，小鸡呢？鸡蛋呢？你要给它温暖，给它湿气，哦，给它鸡的温度，鸡是42度嘛，你要给它那个温度，它才会孵出小鸡。孵出小鸡以后才有米吃呢。美国跟人讲啊，恁即马都要搁鸡卵个啊，我米压落去恁食袂着。较早阮爸爸足够饲粉鸟啊，粉鸟哦生个卵吼，哦都爱照，都爱电火，都爱日头下骹安尼照去烹啊，照看哎，即条有形啊无？啥物有在形？形就是爱拍过个，才会孵出来做细只鸡啊。对吧？不是每一粒卵拢会生的呢。这个啊，打仗就是安尼。所以美国甲人讲吼，遐啊，唔捌打过，遐拢假的。像遐什么，四日会啦、南海啊，什么美国台湾政府的啦，
迄毋捌甲美国拍过，迄是要安怎浮出来做鬼仔囝？一定爱拍过，对吧？爱甲甲我美国战争过，迄毋才有法度，对吧？现在即个美国甲日本是同盟国，捌甲我拍过。所有甲美国拍过吼，拢只有甲美国是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即卖剩倒一个未甲美国拍过，所以无唔是朋友哈、啊。你唔能就是讲吼，迄个奥巴马定定去中国访问，就是好朋友啊。习近平定去美国访问，就是好朋友啊。英国甲美国拍过，美国才独立了，变啥？变好朋友啊。甲墨西哥拍过，变好朋友；甲西班牙拍过，变好朋友；甲日本拍过，变好朋友啊！足简单嘞，爱拍过。迄条敢若咱斗阵吼，你熟悉哦。你若真正的朋友，迄条爱甲你叔叔人拍甲大汉的呢。那我这张相片，这张是孤山岛的相片，台山吼、哦、可能。叫跳起来个，咱吼要做一条鸡卵吼，嘛唔是遐简单呢。咱拍赢美国了啊，变做鸡卵吼，变做鸡卵了，爱想办法变做鸡仔囝，开始食米。咱到底安尼咧训练啊，就是得温暖啊，取暖呢个，鸡卵爱温暖啊。爱四十二度才会出做鬼仔囝，啊！这就是迄个成吉思吼，伊伫个呼和浩特纪念馆，马个袂叮当，这个啊，成吉思吼去到欧洲的时阵啊，战甲队拍战甲队嘛，所以后代即马大概有两千几万。澳洲遐所有的国家，无倒一个讲伊是阮的阿祖呢。成吉思毋是阮的阿祖，伊是来侵略阮的呢。敢若支那人上伟大，支那人吼拍来了，变做元太祖，对吧？对安尼吼，对，这成吉思也迄个博物馆的无？去这座吼，伊这博物馆啊，去个足水足大，迄就真正一个伟人啊！啊，所有的蒙古人绝对袂讲伊是中国人嘞，对无？那倒一个蒙古人讲阮是中国人，都无咧衰个。这铁木真吼，死伫咧六盘山，伊的继承者就是忽必烈，忽必烈吼。征服了西夏了吼，为着要报复，将皇帝甲乞丐总太大。因为我咧甲你，我入来的时阵啊，恁无服从嘛，所以啊，抬。一抬支那人大概有1800万人，汉族吼高城几乎拢叫灭掉。伫个四川吼，本来有2000万人左右的人口，台甲搭剩80万人尔。啊，你甲想，你若讲咱台湾倒，咱台湾2000万人，台甲剩80万吼，你出去才袂拄着人啊啦，对不对？忽必烈台下的人吼，还佫记伫个世界纪录大全内底哦，这是有记录的哦。所以人全世界的历史吼，比中国人比较清楚。埃及这个国家怎么跟怎么嘛阿弟的啊？也历史讲5000几年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历史古的国家吼，伊那历史写真呢，伊个国家都袂灭亡。就干阿支那这个国家吼，历史拢写假，所以伊一直灭亡，一直灭亡，一直灭亡。原因就出伫遮，伊个历史拢假。蒙古人拍来个支那的时阵哦，将人啊分作四等，头一等就是阮蒙古人，第二等色目人，第三等
金条金金的所在啊，就是这契丹人跟女真人，这是第三顶的。第四顶的，就是男人。什么是男人？不是达波人的男人呢，是伫吉纳南方的人啊，这第四顶。来到吉纳家吼，这吉纳人这烂吼，无达滴因怀念啦。蒙古人吼，准备要甲这男人啊，通通杀光。因为吼，这人哦，想弱啊，这人情无达滴老啊，所以准备要甲太大。太好完了吼，所有的田啊，拢种牧草。因为蒙古人吼，也要饲牛、饲马、饲羊嘛，伊是袂晓种田的呢。蒙古人无咧种的呢，因是赶牛赶到倒，赶马赶到倒，食到倒呢，对吧？所以吼，因啊要做牧场。吉纳人吼爱感谢这个人，这叫做耶利楚材，这嘛是契丹人，伊建议。迄、那个忽必烈啊，唔通个太大，吼、哦！这吉纳人吼、哦，做六个话紧，因会晓种田，种田了吼、哦，来纳税金就好啊。哦，咱个扣税，同款啊，那会歹。所以吼、哦，唔通个因太大去。所以今麦吉纳个人的原因就这样。这个耶利楚材吼、哦，因意识到吼、哦，吉纳人个有纳税这一个功能。无吼，早都拢太大去，所以吉纳人吼真甲感谢，起这顶庙寺甲感谢，吼吉纳人无断种去。这是流亡政府吼，来到咱台湾的时阵，吼偌伟大呢，有法度起碧潭大桥、碧潭吊桥啦。民国25年8月份起的哦。哦，这看别个人足好笑的，看别个人讲，那有啥稀奇的？你也无啥，起一个吊桥，那有啥稀奇的？民国25年吼，伊还搁伫个吉纳呢，还未来台湾呢，啊，有法度起碧潭吊桥，有够无？真正够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厉害的所在。哎，其实这是昭和12年起好的啦。啊！因过来了吼，将迄胶河吼十里啊，给拍掉，搁点糊去。你若去伫台湾看，足济即款物件，起好的时阵讲民国11年，拜托诶，流亡政府是30几年才过来台湾的，伊有法度起吊桥。清顺帝吼，2年。迄阵史可法吼，为着要抵抗迄个清国啊，勇敢的抵抗，结果啊，清军一入关以后啊，开始烧城、杀人、杀光，还有这扬州十日，所以吼、哦，吉纳人啊，足简单的。抬头啊！所有的人为明仔开始，拢给他留辫子，不留，很简单，杀头。所有人通通留辫子的。安尼甲恁讲，恁是汉人呐、啊，知不？汉人是没有留辫子的呢。啊，汉人结果在穿旗袍，哦，旗袍穿起来好漂亮哦，女孩子。凹凸有致哦，穿起来很漂亮，又高挑又漂亮。结果那是满洲人的穿的啦，不是汉人穿的啦。啊，女孩子还要绑小脚，所以啊，因呐换掉地了，就先啊啦，先杀人，啊，将这城总个烧掉，搁起新，将你的历史将烧掉。安尼讲有5000几年的历史。迄阵啊吼，日本人哦，拍输迄两粒原子弹，那无即卖已经做立泰座，对不对？迄两粒原子弹其实嘛无遐厉害啦，
迄违反战争法呢？原子弹是脏弹呢？战争法的内底规定袂使用化学武器呢，所以美国也违反了战争法呢。这马丁米勒哈，伊写这本册哈，《支那古今》里内底咧讲啊，庚子事变迄年哦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啊，干那日本人哦，采取旁观的态度哦，不参与抢劫。而且啊，还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、哦、所以人日本人是拢完全照法来行的。日本人无咧抢劫的啦。日本兵啊，这个指挥官蔡五郎成了民众的守护神哦。日军的占领区哈、哦，纪律严明，北京市民联名向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愿。将俄国的占领区改为日本的占领区，所以人日本人迄阵也是足受支那人欢迎的呢。无欢迎的是支那政府，哦，迄清国政府无欢迎。一般的人民是足欢迎日本人的，日本人上纪律严明，对人上好。啊，因甲恁讲南京大屠杀。实在是吼，人伊对入去南京的时阵哦，南京的市民还搁咧欢迎日军呢，我那就甲你屠杀，你咧欢迎我的人，我就甲你屠杀。这大清帝国吼，这本册来对象，台湾自古封国之地，无通中国名叫做东藩，咱这是藩地，属日本。所以台湾是日本的土地，自古早就是安尼。你可是咱即卖咧讲的话啊，是中国人传予你的吗？咱即卖的字啊，是为日本人传来的，汉字啊是日本人传予咱台湾人的咧。真侪字吼，拢是日本人创造的呢。真侪人是无人民这个字呢。足侪字拢日本人创造的呢。咱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讲到这，谢谢。